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关于一个晚上的故事，一夜故事，一晚故事。然后是俄罗斯跟 Ugen， 这个好像蛮便宜的，80块吧，还是60块啊，忘记了。好黑哦，他说灯光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怎么在闪呢、啊？那虽然这个外面是平面贴图哦，可是哦有感觉有没有？有没有就觉得大气许多？大气！开门，关门。哎、欸，房间呢？我房间格局好丑哦，路好快哦。那个门上是封印吗？按一读，在读之前必须把灯光先修好。哎、欸，餐桌上就放着一大堆工具，可以了。有个引管机，要嘞。Yeah. All of it. 他们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马上就要抢走了。Eternity is mine. 永恒是我的。All will be 全部都会是我的。Again. 这是我家的大门，然后我在听那个大门留言呐、啊，就是说你不在家，他会帮你留言说谁来找你，结果都是一些。恶魔留言说：“永恒的生命是我的，我终将入手永恒之类的。欸”真的他妈要破除封印哎、欸！燃烧军团，干！亲爱的 D 博士，我们邀请你进行科学研讨会之类的现代研究啦。我死了？啊？我字都还没看完呢、欸。他说要找我，我是第一博士。他们想要找我去参加一个科学研讨会，关于睡眠、梦境的主题的什么科学研究？太早了，必须带好必要的东西。是啊，我等一下要被刚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怎样才不会被刚啊？跳出去！我突然觉得走到哪里都不太安全。桌子上，哦，哦，哦。对，这形象好像在哪里看过哎、欸，好像是之前有一个封印怪物的游戏，还记不记得？他需要对着怪物然后念咒，可得不了那个，然后怪物就会被我封印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会发出绿光，拿着镰刀，我们输了。这是做最重要的东西要带着走的，快开门！飞呀、啊！鬼来啦！哦！没死，逃过一劫了。哇、哦！死里逃生。我在哪里？哇靠！怎么来到了？怎么场面突然变那么浩大、啊？这雷神，哎干！喂，我要跳到那个石柱上面，怎么飞出去啦？这石柱是假的。不过我知道顺序了啦。
哎、欸，仔细看那边还有城堡哎、欸，好帅哦！身份记录啊？没有主动记录，好吧？好像是穿越了时空了，任意门有没有？新王降临啦！嗯？嗯？这什么功能啊？我可以图画哎、欸。OK。他会速写写生，哦，但是这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边画画？那个算是一个记录功能吗？我希望手上有一个照明设备，神盾。按一可以反弹光线。这个解谜的格局太大了吧，完全看不清楚它光线到底是飙到哪里去了。怎么走路完全没声音了、啊？干！干！怎么怪物都突然出现，然后我就死啊？没有，我以为我会跳吗？并不会。有的时候，在危机时刻，你只能跳。Holy shit！ 他跳了不是一定会死吗？搞屁哦，烂东西耶！这边是故意的即时陷阱吧？真他妈浪费我时间，笑三小一点也不好笑，超他妈浪费时间的。开门喽！董三小，我他妈门刚刚都已经开了，然后结果都没有东西。进去啊！不是每一关每一关异事件，然后解谜逃出鬼的追杀啦。简单来讲啦，下次有的时候会吓到，因为怪会突然出现。记录了，写生写生。顺便画一个大奶子上去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开错会死是不是？妈的，这边好多任意门哦。啊、我要在时间之内解出来，要不然等下鬼又冲过来了，或者是回头稍微看一下，可以把它给瞪走这样。其中一扇是对的。嘟噜嘟，嘟噜嘟，嘟噜嘟，嘟噜嘟。皮卡丘，傻小，什么都没有用啊！哦，那个斗鱼，我看到他了啊！好快哦！我靠！救命啊！他什么时候会消失？啊！这个游戏让我的心情整个都不好了起来。喂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哎呀！然后前面也有啦，太亮了看不见啦。哎、欸，一道成功也不知道，随便啦，干干干，随便啦。怎样对决是不是？我不是过了吗？三扇选一扇啊，三扇都有封印啊，代表说进去之后才可以传送，然后其中两扇是错的。我解谜烂梗，妈的！主角安慰自己说：“这一次绝对会对的。”他还没喝我就倒了，人
家有锤器啊，你他妈你不懂。我这次要过关了啊，只剩这一扇了、啊，那再不对就不可能了啊。在哪里？Cyberpunk。哎，记录了，记录了。绝对，这绝对是出去的路，是不是啊？他讲话一下就掉了，完全看不见。这三条，这些雷射该不会又是要反弹光线吧？这样很烦呢、欸，我他妈说真的很烦呢、欸。我都还没玩完，怪就出来了。怪物一直跟着我，我怎么解谜啊？哦哟，好烦哦！那每一关都有点现实解谜的感觉啦。2000年以后。成功了。I am endless。好烂的关卡，烂爆了，烦死人了。这个关卡超级黑的，然后在那边按镜子按来按去。我知道按镜子是一个有趣的解谜啊，就是说反射光线之后开门嘛。但是你看不到东西。回来了。开始喽。啊！继续是在哪里啊？继续，结局就是主角睡起来，然后怪物又突然跟他讲了一声：“现在开始咯。”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没有逃脱怪物的追杀，然后就是一个 ending 了。这样要不要放分跟合集啊？哎。这个游戏我一开始在玩的时候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，但是后面的解谜好烦哦，尤其那个灯光在那边瞧镜子，真的是烦死，烦到爆炸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从头到尾，对不对？乐趣一开始有，其实第一关、第二关那些解谜都还 OK 啦，就有怪物追逐啊，有的没有的，然后一个通用怪物模组在追你啊。但是第三关瞧镜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场地太黑了。因为玩到没有耐心，然后在那边瞧，奇怪到底在哪里，然后是一直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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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试。只听评价，我喜欢这个游戏，谜题很棒，非常流畅的游戏体验，还不错的独立恐怖游戏，内容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解谜，这个游戏太可怕了。我不推荐，你会吓尿你的裤子。这是一个解谜恐怖游戏，我玩得很开心，尤其这个价钱，完全值得。这些全部都是洗评价洗出来的，操！这些全部都是空徒生，我他妈才不信呢、欸！干，洗得太明显了。像我这种正常人下去玩，我就觉得第三关谜题太烦了，也。全部过程不是说烂到底啦，但是有些地方真的很烦。然后说非常恐怖，那个人到底是怎样？一辈子没看过鬼哦、喔，什么小啊，白痴东西，太明显了。这个风向实在是带着你在海上航行，对不对？风来喽，顺着风向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直接拿了一台电风扇，然后在你脸上这样吹。哦，风来了！哦，风从哪里来啊？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！哦，这样子，白痴哦、喔！算了，我关掉了，我把这解除安装。这个游戏有一个成就，我破关之后却没有拿到。